大家好，风谷。今天赶快冲等哦。昨天我们练到这边了嘛？哦，那我们最近在学做这边学运动，其实重练就是这种快感啊。我呢，这个人很简单，就是会跟大家介绍最新的东西啦。现在几点了？我今天应该可以晚一点了。一刷礼拜六有夜市，天翅膀在我的啊，什么鬼？游戏时间组合包，好，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整装推出啊，游戏时间组合包。我们哈每个账号只能买一次，那里面呢，鱼与水晶、紫色经验值增加券，来关键字，紫色经验值增加券。好，来全新的组合包哦。哦，打常客节啦，这应该是讲了上线的话啦，就是伫游戏上线的话，你得购买这组合包。所以条件嘛足过分的哦，刚刚上线一点钟安尼先。啊，其实主要的重点就是这个介绍啊，这个、道具啊吼。我爬上去了。哦，这里不是最佳练功的地点吗？以前你们不是在传？中国大车中的，为什么缓慢的那个奥语叫做人语夜啊？有时候我在听缓慢，怎么变成奥语了？就奥语好像也不错听的哦。中国大车直方电快乐，在中小车方向。这怎么那么难打？天哪，我按了啊，他是在干嘛啦？我就按了咩？北兰，我按了他不帮我自动是怎样？等一下，我按了他不帮我自动，北兰哦，有病是无？我刚才按了啊，应该是按了，然后我又按，然后按了又按，阿姨的卡呀。哦，伊咧找怪啦，应该是爱拍种大只，对啦，爱拍这只大只酷的啦，大酷的。我怎么两只二酷鱼啊呢？我都唔知。好啊，今朝甲这任务带走好无？今朝甲这任务带走。从我到这地方，天哦，靠蝙蝠啊！其实咱的进度嘛，蛮该紧的。好，慢慢玩，慢慢玩，好，慢慢玩。